星空真美。小溪，你看，北斗星。你别不懂装懂了。我说什么你都说不对，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北斗星？咱们看的是南边。哦。哥，这上面有人了，不去这儿了。有人怎么的？有人怎么的？你来干什么？干啥？跟我在一起应该是你的荣幸，我们一块玩呗。你看，来来来，往里点，往里点，里头有大座，往里去啊！烦人。小西呀，小西，哎呀妈，这有路啊！来呀来呀，给我让个地儿，里面有大座。别别别别，里头等会儿踩塌了，里面塌了啊，塌了。谁稀罕你？小心小心，快快许愿呢！不让我上来，我就让流星掉下来，吓死你们！你呀，不许乱说！快快快！怎么外星人长得跟咱们差不多呢？外星人怎么也近视啊？哎呀，什么人都往回扯，万一是个外星侵略者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来摸着摸着都比俺们硬啊！你说一会儿他要起来吗？我一跪着我就给他拍到。什么侵略者？他就一个人，怎么侵略？咱这算上副政长，咱还算七个人呢吧？怎么就算上我呢？你往哪冲？别别别！我们这是地球，你不能乱来。我到地球了，我到地球了，哎呦，我到地球了。这是秀霞，请问你是打劲儿还是住店？先问他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。好的，这位少侠，请问你是打劲儿还是住店？那我叫刘成新，我从 Z 行星来。Z 行星啊！啊是我公司让你派来接我来了。哎，这不桃花吗？你认识我呀？哎呀妈，你认识我？哎，这 Z 行星一直在讨论你是怎么失踪的。哎呀，有说你归隐的，有说你转行的，有说你吃了埋的东西变成小孩的。粉丝都着急坏了吧？这哭完了，哭两天就追别人去了。别这玩意儿，你对我没事，哥，哭两天已经算非常的有情有义了。还有我呢吗？我真没想到啊。你们地球还有人啊？哎，你们是跟我一样逃过来的吗？哎，我们是被留在这儿的。这行星这么好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不瞒你们说呀，这行星啊，就是钛金水泥的丛林，是现代文明的牢笼啊。物质有多丰富，内心就有多匮乏。我呢，就想找到我心灵的归宿，回归到原生态。回归到慢节奏。哎，等会儿，这话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呢？文艺青年。哦，对对对，就他。问了半天，我是个文青啊。哎呦，那你就自便吧。哎，好。我们这想走还来不及走呢。是啊。你这还往回走？哎，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呢？啊，我搭私人飞船来的。什么？飞船，这么说，咱们可以去 Z 行星了。太高兴了！我呀，我就是来挺远，我有点饿了。你们这饿什么？